迎请者，迎请和尚升座主法，祝成顶礼和尚三拜。摩齐秦，东方持国天王。齐秦，南方镇长天王。齐秦，西方广目天王。齐秦，北方多闻天王。台北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起，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昭拓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无方净宗学会拟定于2010年4月2日在台北外贸协会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亲民孝亲报恩护国惜灾30纪念法会，预计2010年4月5日圆满。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和尚，系念主法悟道法师，诵经五供主法福定法师。另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李玉公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无底一切阵亡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台湾境海域诸神齐西圣众，台湾境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四海龙王中尊西诸圣众，台湾境菏泽江城西诸圣众，台湾境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十方法界
鸢飞软动，心未住生，十方刹土微尘法界，凡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成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数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败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意之众奉托。2010年4月2号，庄来何时禀坐？Yeah.
虚空起，娑婆一浪流，若Amen.
南无娑罗婆夷檀他夷多夷檀智他嗡娑罗娑罗婆来娑罗婆来娑罗萨婆诃嗡弥耶那三婆诃跋致哀吽嗡弥耶那三婆诃跋致哀吽嗡弥耶那三婆诃跋致哀吽念成百回悲赤红身，普遍拾荒，名扬弥格。今蒙斋主华藏净宗学会暨各地净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暨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及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借逢清明祭祖、报恩三十系念法会之期，特请三生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自宜严肃威仪来临坐下，
恭领妙法一心受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半香，根盘节外，支部存环，不经天地以生存，其主阴阳而造化。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世，清净海众，齐赞。Thank you.
色是一把王子啊，一个菩萨前车和提菩萨看清清菩萨一路是更粗大菩萨即是提白银灯无量寿天大重去是现在说八十里不必出何故名为极乐其国重水无有重苦但说出了故名极乐国土其重来寻其重多往其重往复皆是四宝所作为老师一佛国土常住天月方尽为地者也就是一天满陀罗法其度众生常一清淡可以一个生中妙法弘扬他方十万亿佛及一次是凡道本国凡是清净极乐国土僧伽罗什功德庄严护持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夏林平雀孔明石鸟，石柱双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无本无利其菩提分八圣道本如是等法其度众生闻是因一切之念佛念法念生若为此念是是最宝所生所以得何得若国土无上恶道其佛国土三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十四处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一定法音宣六遍法陀陀其佛国土微风吹动出八行出七宝罗王出微妙音毗卢百千种月同时去作闻是因此自然起生念佛念法念生之心其佛国土曾教如是功德庄严舍利弗一路一音和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彼佛光明无量少时方故无所障碍时故号为阿弥陀彼佛寿命其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一切世界
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即此界阿罗汉非是凡夫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各有一生故处其所身多非是善处所能自知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作何得一如是诸上善人具会一处不可以少善根不得因缘得生彼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此时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总是阿弥陀佛一出生中现在期间世人总是寻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佛界是离菩萨此言若有众生闻是所则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若我今则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已有阿处毗婆须弥香婆达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根本菩萨处诸佛可以具佛出方丈德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阎罗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南方世界有日月等佛明文光佛大眼前佛须弥等佛无量清净佛如是根本菩萨处诸佛可以具佛出方丈实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阎罗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香佛无量藏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根本菩萨处诸佛可以具佛出方丈实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阎罗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北方世界有因缘佛随生因佛燃起佛日生佛光明佛如是根本菩萨处诸佛可以具佛出方丈实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汝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光佛明光佛大摩佛法藏佛持法佛如是根本菩萨处诸佛可以具佛出方丈实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阎罗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
佛作不念经，常方世界有幻音佛，修王佛像藏佛像光佛大音见佛，照射宝华音声佛，色漏宿王佛，宝华德佛，天一切离佛，如须弥山佛，漏世障唐诃萨埵土佛，各依具国出方丈实相，阿见世界所真实愿如等同生当心是生但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一路一因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不念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自己闻出佛名得是出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说佛念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等其当心受我一切诸佛所说舍利佛若有人依法愿尽法愿当法愿一生阿弥陀佛故则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彼国土若一生若尽身若当身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如我今者曾感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曾感我不可思议功德何作是言释迦牟尼佛人为神难需要知此人以受破国土不作恶事皆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施一切世间难寻之法当时我亦不作恶事行此难事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持难行之法是为甚难佛所持定力彼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寻受作礼而去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揭陀耶多帝耶他阿弥利达悉檀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沙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揭陀耶多帝耶他阿弥利达婆毗阿弥利达悉檀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毗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沙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揭陀耶多帝耶他阿弥利达婆毗阿弥利达悉檀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沙Thank you.
时间和缘藏起知音中苦不能亲到人多要寻丹香沉重了自心，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途。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群为蠢以难思，一念回光而一往。究竟不拘心外，昏明只在梦前。甚如是，即今众等悉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四色花。阿弥陀三千
阿弥陀佛。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炎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
灵明湛极，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夜王千禅，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则，众生迷妄入心，七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复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缘然也。故诸佛于缘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胜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欲证明。
人人混上，本有迷途，个个心中总为净土。要知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依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非，生业则杀盗邪淫，火过则妄言，其余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言，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天桥残归。Ooh.
是缘尘，拜佛塔，菩萨上来忏悔花月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夫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则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多事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念。